会把它前面那只虾子吃掉嘛。晶晶，白白嘴里有虾子，有没有看到？不是沙子哦，是虾子。嗯，吐出来给大家看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。嗯，真的耶啊！他说我自己吃虾子。我白白很厉害，会自己吃虾子。晶晶，可能刚才吃饱了吧，现在不吃。呜呜，也没有吃，不过呜呜我看过他吃。那今天就你表演而已，吃掉了。虾子自己吃掉。我的那个叫什么辣椒蓉冒新芽，看起来不错。哦，吞掉了，吞掉了。他们吃饭很慢。要有吃掉，咬得下吗？干嘛吐出来？你怎么了？不要吓我啊！嗯，他怎么了？不要吓我！你不要吐，怎么了？他只是在玩吧？哦，不要吓死我！那虾子就死了吧，你就把它咬死就好了。你要吓死我！不吃掉了吧？你看我的辣椒蓉冒新芽，虽然那本来就已经长得很茂密，可是它很容易卡着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可是还是卡很凶。那它真的不吃哎、欸。晶晶还在，哇，不是晶晶，白白还在玩，他还不吞进去，我都要不录了，他还不吞进去。小贝贝，你要叫晶晶吃一下吗？他要吃吗？不吃我就不录了。哎、欸，不吃、欸，他懒得动。啊，然后还在咬，又在吐，又在吐，吞。你要吞进去，你为什么一直在咬那玩那只虾子？你吃不下哈、哦？嗯、啊，吃掉吃掉。嗯，甩甩甩。嗯，你不想吃啊？要吃吧？嗯，要不吃，要把它吐出来，不要咬死了啦。他怎么不吃？把他吐出来，被他咬死了啦！他怎么这么坏？哎，没有没死、啊，那为什么不咬？他为什么不吃？他说我只是在表演。不对，半死不活了，那只虾子已经快死了。我不懂，那死了死了死了，虾子被他咬死了！你这样浪费食物。白白，你怎么浪费食物？你要不要吃？好可怜的虾子，好像吃不行。等一下。